你不能用沐浴乳，也不能用肥皂，真的不行。这一洗到底超厉害呀！我推荐给你。这瓶我早就用过了，好吗？它这瓶里面有氨基酸哦，而且重点是我们女生啊都会在意那个异味，你如果丢出那异味多尴尬啊！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智能消味剂。而且啊，它里面还有51%的这个酵母精华，所以它洗完啊都不会很干，也不会很崩。因为像我之前有洗过那一种，哇，超级干，然后走路就觉得扭扭捏捏，就干干的、涩涩的，我很不喜欢那种味道。但是它这一瓶真的很棒，我推荐给你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！哎，我跟你说，私密处那边是酸性的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用我们的这种。私密处清洁，你不能用沐浴乳，也不能用肥皂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哦，一定要用对产品。TRUU 他们家的这个私密处清洁，洗完不会紧绷。就夏天我们都会像，你看像我穿短裙啊、短裤啊，哎，真的不能有那种异味，那真的是。太晚知道这个好处了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就把它给。对，赶快回去使用。